进了炸鸡店呢，你说光听名字就很有趣啊，做法也不难，走买一本结账去，拿着安吉收到去了，材料先拿着了，还附了镭射膜，小桌子前台，让我看看这物价，炸鸡20，鸡腿鸡翅才5块，薯条3块，太便宜了吧，一共6张场景，棉花一大包，还有一个单独包装，道具好几页，那来吧，我要开炸鸡店，解压的抠图环节开始了。接着把素材本用透明胶粘好，留个洞，剩下的变个魔术，搞定，泡泡棉分成3等份，进去吧你，封口捏起来好好玩，最后组装到一起，记住它现在毛坯房的样子，开始施法，再打个盖盖，欢迎光临多多酱炸鸡。